好的，欢迎回来收看 GP 游2014冬季赛事。我刚突然卡了一下，我是主播懒猫，我是赛评叉烧。我刚突然卡了一下，然后可以，这突然是不知道该怎么接。GP 游，你卡住，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因为我在想说下一场，这一场是九点，这一场是九点，不推现在是八点，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。我还以为你想说你刚会说大家好，我是懒猫嘞，你还没有这样子讲。没有，我还没有。你还没有办法把自己改变成这样。我要讲长猫好不好？怎么会讲懒猫？懒猫很奇怪啊。好，没有，应该讲说天堂鼻子毛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进选手介绍。第一场选手介绍是新加坡先锋，你的最近乔宇就是玩很多那个很神秘的提摩之类的。嗯，就乔宇，我觉得还是新加坡先锋里面最亮眼的玩家吧。就是他打的其实很好，只是他对他选择提摩，我还是不能理解啊。但是他看起来用的，就是好像蛮熟练的样子，只是我不知道这个角色的优势在哪。因为其实这个英雄在现在游戏中，不管说不是主流也好，他当 AD 的时候，其实爆发伤害不够。然后他当 AP 的时候会有一个混伤，然后他爆发伤还是不够。对，所以他唯一仰赖的就是草丛里面的邪恶小香菇，就是如果对方能够多踩两颗，就会那就赢了。他可能就是，比如说他可能就要玩一个单抓之类的，就躲在草丛里面，然后隐形在那边，脚下有个香菇，只要有人踩到，他就可以爆发把他杀掉。没有人踩到香菇，他就永远都爆发杀不了一个人。其实有个方法可以让他解决这件事情啊，你看他把香菇放在地上之后，放个机械人在那把人家拉过来，拉在上面，啊，就已经中了。哎，高招！这我以前玩，这我们以前跟那个 Mistake 玩过啊，我就看他战队基本就是玩这个，我明明就玩过。Mistake 还说他是台湾孤王。BKT 这个是曼谷巨人队，曼谷巨人队还是一如往常一样，就是有很多人。嗯，自从加入了泰国仔仔之后，再加上本来的马尾哥，这实力开始越来越强劲啊。你知道兵团总是要很多人，要占据人就要有很多兵团。没有，我在讲很冷的笑话，没有是这样。哦，没有，我刚刚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反应过来，所以说没有办法接上你的话，你不要太难过，我不是针对你。好，没关系。其实也是靠 Sick 嘛，Sick 就是马尾哥最近的表现也是说也是非常好。那你觉得这一场就是曼谷巨人队有 Sick， 然后新加坡先锋有乔伟，虽然是玩 Timo， 你觉得哪边的胜率会比较高嘞？我其实最近对新加坡先锋看的我也看不太懂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就是、不过像是比肌肉量的话，乔伟会赢。哦，就是肚子拿开，就是、衣服直接爆开。对，就是如果说这个英雄联盟有加入那个现场真人格斗的部分的话，那乔伟就是很强的选手。那个 NDD 应该也蛮厉害的。NDD 看起来。其实我看不出来，我也不知道，他搞不好也是挺结实的，说不定。对，搞不好也是挺结实。对，因为假如加上这个真人格斗的话，搞不好就可能像什么，就是他要用他的身体去操作这只英雄，就玩那种模拟东西。那我们来公布一下上一场聊聊的得主，拉姆斯玩偶，就是你现在右边看到的拉姆斯玩偶的得主有三个人，第一个是庆石头账号 B 咪咪咪1225。咪咪咪是我们不能讲的东西，所以不要真的以为是咪咪咪才得奖。UID 的是7咪咪咪0233。那第二位得主的是镜子通账号，这个有点长 ，BUL 咪咪咪4N06，4N06是4分06秒的意思吗？不是，这应该是中文字，就是用注音输法打 BUL， 我记得就是中文输法打会打出来。哦，忘记是什么？下吗？算我不想知道。小吧？小，对，有可能。那 UID 则是67咪咪咪182。那第三位得主的是庆城通账号 FCL 咪咪咪09207 FCL， 怎么好像什么那个颜色字体，要上颜色就用那个东西。然后 UID 则是5咪咪咪2113。好，恭喜这三位得主获得右边的拉姆斯玩偶乘三，一人一只。嘿，这个拉姆斯玩偶其实蛮可爱的，没有看过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拉姆斯玩偶，所以说你是自己也想要有一只，那你刚刚应该要留言了。留言？我怎么留言？你刚刚一边播可以一边拿起来手机这样，赶快一边。手机是没有聊聊的，手机拿我聊聊，手机有聊聊我就留言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慢慢留言？好，那其实你觉得就是这个 BKT 嘛，现在是走这种就是靠 Sick 的流，然后新加坡前锋则是靠乔伟的流。靠提摩。那你觉得这种提摩战术最怕什么？因为香菇一定要踩到才有伤害啊，就不踩到香菇不就没了？我觉得他要用这个战术，主要是因为 SGS 其实还蛮喜欢让 AD 去带线，就是那个线喜欢让 AD 去带。那其实如果让乔伟选择一支可以去带线的英雄的时候，其实最好不外乎就是范或者伊泽瑞尔。
哦，提摩也是一只可以带线的英雄。他一个炸香菇炸下去，就线都死掉了。不是，就他带线的时候要安全，主要是去带线的时候要安全，就是人家来你跑得掉，或人家来你打得赢。那提摩其实是一只不是很差的选择，可是你选提摩，变成在会战的时候就没有原本的 AD 强，因为真的是提摩的爆发伤害真的不太够。就是以一个混伤角来说，也是他一定要在线上，比如说对到个什么龙女这种，然后一直把他打残。那如果你没有人跟你对的时候，就会有点空虚寂寞，觉得冷。可是，假如是对上龙女的话，你会觉得说，只要选饭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、啊。你突破了盲点啊？不对，他们要选提摩，你不要再讲。他们就知道选提摩啊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们，就算。他们这边新加坡先锋是蓝边变掉的，第一个是变掉的库奇，其实在这一版的库奇已经没有那么厉害了，他也是选择变掉的库奇。我想应该是曾经遭遇什么挫折，所以才变。哦，在变掉奈德利，然后曼谷巨人这边则是变掉现在厄萨斯，很流行厄萨斯啊。东南亚神秘力量，那东南亚神秘力量二大师，他们现在还隐藏一个立山卓还没有拿出来、啊，这他们一定都每个人都练得很熟。我想说，现在还是前面而已，先留着，等等。等我们打到八强赛的时候，就让你看看我立山卓的厉害。我这边在变雕声，那打到八强赛的时候，会不会是下一个赛季啊？打到八强赛的时候没有啊，他打到八强赛就进八强而已啊，也没有下一个赛季啊。下一个赛季。有可能、应该是下个赛季。对啊，那立山卓搞不好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到时候用不上啊。没 GP 有赛程，现在过三分之一，所以他可以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再用一次。搞不好这一场就输了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最后曼谷巨人队变掉的是贝德提克，然后新加坡先锋则是变掉史瓦尼抢的第一个是伊利斯，直接秒锁伊利斯。这是要给海鲁亚一个机会证明自己的意思，因为海鲁亚其实也蛮擅长玩蜘蛛的。那现在其实李星也还在。有啊，因为我有看海鲁亚练习那个明星全明星赛的时候，其实他算蛮喜欢玩蜘蛛的，他也蛮喜欢玩杰的，所以他是最爱玩蜘蛛啊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最爱，还是蛮喜欢的。他表示说其实我是最爱。他表示说其实我还很喜欢玩李信，我这样你就看不出我到底是上路还是江狗还是对不对？我可能会互换哦。那曼谷巨人队则是选择了鳄鱼跟安妮啊。那我就不信他敢用李星上路去打那只鳄鱼，感觉都被削成肉块。哇，曼谷巨人队这边是拿下了安妮舍破啊，跟鳄鱼又是非常凶残的队伍啊。再选出龙女，然后来对抗上路的鳄鱼，这应该是想要打线啊，所以 SGS 想要去找他的线来跟他对抗一下。选上了瑟雷西，瑟雷西也是具有像机器人一样可以把人家勾过来踩到香菇啊。所以你现在已经预设好，就是丘比等一下一定会玩提摩。对，他一定玩提摩啊！我已经完全预设好，他就是现在你看最后剩下两个 pick 已经有一个提摩脸上去了。我觉得是不一定啊，他可能会玩，可能不会玩啊，这不一定啊。我这边麦古巨人队真的吗？真的要选择维克特吗？没有，最后还是放弃选择酒桶，酒桶加安妮，然后还有，你看出来，提摩出来。我跟你讲，酒桶加安迪，然后还有菲艾跟，就看到对方有酒桶加安迪加菲艾，你还是要选提摩吗？这个单抓阵这个曼谷巨人队的要抓谁就抓谁。那个菲艾应该是直接举你的头，然后安妮一个闪大，或者安妮一个闪大，你的头就要飞走啊！哇，他们再加上凯尔的无敌宝提摩，这难道是就是为了提摩而存在？为了提摩而存在的队伍，这就叫做提摩香菇团好了。提摩先锋队。以后就叫提摩先锋队，他这个为了提摩而存在，就是我连所有东西都要为了提摩量身打造，中路要选凯尔来保护他，然后舍破要选个瑟雷西来保护他，然后全新理解，要有人帮我把东西推回到香菇上，所以我要选个龙女来推东西。不是，你看，如果说我这个连击是很厉害的，那我蜘蛛的网子一网到你的瞬间，然后我旁边的瑟雷西就把它勾过来，那你的香菇就可以先放好啊，你。就你刚刚是突破网点啊，发现分推用饭也很好，所以可能俏宇也听到，他也觉得有道理。而且你看我用饭打鳄鱼也蛮好打的，我只觉得他只要不要选提摩就好了，剩下我没有意见，真的。可是他现在是饭对上饭，他只要用饭打上鳄鱼的话，那变成说他可能要让龙女去面对到安妮加葛雷波。范达格雷夫还蛮好打，我记得。可是范达安妮会吐血，而且原本是他打格雷夫算好打，可是他现在遇到安妮之后就变不好打，因为他可能被晕住的瞬间就被格雷夫打一套，就格雷夫可以很好的抓住旁边安妮晕住的那个瞬间，把他伤害打上去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范的血量就会太低，而且瑟雷西现在对线也不算太强，所以我觉得 SGS 应该开场是会比较明显的去找鳄鱼吧。可是他会找鳄鱼之后，最好的情况还是让龙女打中这样，因为其实凯尔打双人线虽然不是很强，但我想
应该哦没有，我想了一想，凯尔跟龙女打双线应该是差不多烂了，所以说他们应该是谁都总得死一个。嘿，他们三路总得要、啊、他说你们两个总得有个去死啊，这没办法、啊，为了我的成长。对，为了乔伟，你们两个总有一个人要去顶这个双人线啊，这谁顶谁死啊？而且马尾哥选的是他的 main 角啊，马尾哥葛雷夫，马尾哥葛雷夫用的真是非常霸气，非常的糟。现在重点是他安妮有一个直击的伤害，你们都知道范跟葛雷夫对打的时候，其实是他只要躲掉葛雷夫的那个第一个 Q 嘛，他就可以很顺，他只要躲掉一个 Q， 他就可以直接开大狙把葛雷夫追到死，从头追到底，然后可能可以直接打一波爆发，葛雷夫要放大狙，他就用闪现躲掉之类的。嗯、你刚刚讲的听起来乔伟是什么这世界上最强 AD 之类的，说你刚刚就是他还给我闪现。瞬间闪掉那个葛雷夫的大狙，然后还要直直的闪，就是对对对，然后还要抓近距离，对对 对，没有。其实要闪掉的话，就是他只要贴着他，他看到葛雷夫的枪口抬起来的瞬间，他要闪到他背后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讲的这样。对，他可能往旁边，他搞不好还会往旁边 Q 隐形之类的。哇哇，你这样讲，我也觉得是蛮厉害。我等一下也期待看到这样的画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旁边有个安妮啊，安妮直接就是说你要这样子玩，那我就晕你，然后再让葛雷夫上去一、e、上去 Q 加 R 啊，没机会了。因为就我的理解来说，乔伟其实不是很擅长玩泛这种英雄跟凯特琳。其实他很擅长玩像伊泽瑞尔或法洛斯这种用技能来打伤害的 AD。对，就他玩起来超级强啊。可是像他玩泛或凯特琳这种的时候，我上一次看他玩凯特琳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变强很多了。就他应该是有在练这种英雄，所以我只是也是很想看他这种泛到底打起来是怎么感觉。搞不好他用肌肉驾驭的吃饭。你说用？我觉得如果把肌肉装到饭上面的话，是一个非常恶心的画面。你觉得用肌肉驾驭他可能是用腹肌夹住那只滑鼠来动之类的。哦，再用胸肌按闪现。对对对 对，他按闪现的时候是用胸肌按的，就是闪现弹一下，弹一下，弹一下就按到那个闪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蛮强的了。如果可以这样玩的话，我觉得他就算就是他明年就可以直接去参加那个 Riot 表演赛，直接跟他说我要表演那个如何用腹肌跟胸肌玩英雄联盟。他现在就带一个他只要对他没有带一个，他没有带一个进化，他只要带个进化的话，就可以表演说什么安妮晕到他那一瞬间，葛雷夫正要 Q 他，他就进化往后躲，然后开大绝再往前追。葛雷夫一要按拿、啊，他就闪现躲过那个葛雷夫啊！哇，嗯，超帅。对，我想这应该就是范神了，范神，范神。可是万一闪现然后没躲掉，就变饭桶，就是你闪现还没躲掉，还闪现搞不好还直直撞到，还直撞到那个炮弹，啪，然后就啊就是看、啊，所以他还是决定说稳一点、啊，大家都喜欢稳一点，我让我带个光盾，我用光盾直接挡你啊好了。那这样讲也是蛮有道理的、啊。我这场还要看就是海瑞亚前期能不能带到风向哦，因为其实蜘蛛这个英雷真的是蛮吃前期的风向，就他如果有稍微 gank 到，那他的优势滚加他就是伤害会很高，弹又会很弹。可如果没有带到的话，他就是后面会蛮隐薄，就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对，他那个因为我们有蜘蛛、哦，他需要很大量的装备压制上，他就会去有很高的法穿，然后他伤害就会突破天际，他可能 Q 一下打就是8%血量，然后再转成蜘蛛形态再打8%血量，然后就是被直接把你砍死之类的。那伤害会很扯，然后他坦度也很高，因为他等级其实还蛮高的。可是他假如没有做到的话，他可能就会 Q 一下打个2%血量，然后转蜘蛛形态 Q 上去以后，就自己被打个20%血量才对。我觉得 Q 下是不会打2%，人形 Q 应该是可以打个7-8%的问题。七八趴。可是只是你如果有装备，可能 Q 下是20-30%，就啪一下那个人就会砰，然后就哦，这也太痛啊！就是，可是你转成蜘蛛形态的时候，因为又不弹，你可能就 Q 上去，然后就掉还没掉起来，人就已经倒在地上了。人他会掉起来过去，降下来咬一口之后发现啊，败啊，然后就死了，就死了。哇，那其实他这一场就是说，其实很主要依靠是蜘蛛是否能够飞起来，然后再来就是凯尔嘛，凯尔对上酒桶觉得如何？凯尔对上酒桶，我其实没有太大的理解，可是我知道凯尔应该打酒桶不会太轻松，因为凯尔内建推线功能会让酒桶可能会塔下尾兵，而且凯尔对酒桶打大伤害的时候，就是他一定是 Q 缓到普攻开始打。那第一个酒桶可以滑掉，第二个是酒桶他可以把桶子，他把桶子丢在你上炸一下，你会被缓攻速，所以凯尔伤害会没有那么高。对，你被缓攻速的时候，假如酒桶喝了酒去撞你，你的伤害打到他身上会减伤，他撞你以后你会被缓跑速，他整个打你就是很痛。所以我觉得其实对线上来说，凯尔算是远程，可能应该不是特别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两队的那个介绍动画。
戏以后，你看到蜘蛛这个选择的 skin 是，就是在这个季末结算以后，只要是金牌以上的人都可以拿到的一个 skin。因为这 skin 长这样子，我这辈子还没看过它。哦，他们好像是准时结算，所以是已经有这个 skin。台服好像现在延后结算嘛，所以他们准时结算之后就已经拿到这个 skin， 而且可以在里面用。这看起来跟凯尔是走同一个系列的、啊。我刚才想讲说，他跟凯尔是同个系列的吧？嗯，他这 skin 然后也是传说级的吗？因为他其实还蛮帅，他的小蜘蛛长得是完全不一样。哎、欸，他刚刚有丢一个小蜘蛛出去，但是那个小蜘蛛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，因为他丢，我记得他丢出去的小蜘蛛也跟他那个一样。他就是走一个蓝色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帅的、啊。对，你看，你看那个小蜘蛛也是出去，也是那个。也是那个镶金边的小蜘蛛，哦，他还要开一下 W 以示自己就是会发红。一等级点 W 很正常，因为 W 可以探草丛，可是他看起来完全没有想要利用这个探草丛的功能。他刚探了两下在右边啊，他这边选择直接走上去，仗着自己有射雷系是不一样。主要射雷系跟蜘蛛这边探草丛都算蛮强的。不过 BKD 其实已经知道 SGS 进自己的红，因为刚刚其实有眼睛看到，所以 BKD 这边反而是进蓝蹲。这样子一个情况对 SGS 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，因为他完全没有掌握到对方位，所以他我觉得他们如果回去那个蓝的时候，只要有一个人靠近就会被秒。哦，这边回去。哦、这边走过去。走过去吗？安妮的晕下来了，哦，撞到以后，哇，这个撞到凶狠，这个大爆发打上来以后，结果竟然被热雷器直接推掉，以后两边是什么招都没有交啊，只有安妮交掉一个虚弱，跟九总交掉一个点燃而已。这召唤技能互换就变成是交掉打掉了一个龙女的闪现，对，龙女的闪现，而且又是个上路吃一波兵，先吃一波兵，这样子就全部人集结吃你一波兵，然后集体吃这波兵拿。断你这个兵线，然后上路这个小兵第一波就进塔，让你吃不到这波的经验。这个点我觉得算是做得很好，因为这波兵面，你看龙女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兵一定已经掉了，他等于是第一波兵就是吃不到全部，而且还可以稍微磨塔一下。对，他磨到塔，而且他在吃这一波兵的时候，其实是在等待 buff 在出生嘛，所以他其实是完全利用的时间，就是说这段时间他不要说没有做事，我就把上路兵给推掉。你看龙女现在才到现场，他顶多是吃到两只兵的经验值，然后只吃到一只兵的。CS 就等于算 BKT 花了三个人五个人是在上路抢这个 buff， 可是他利用这个推掉这波兵的关系，所以让龙女也不是过就是过得更惨。可是其实反过来讲的话，他的下路也会很惨，因为刚刚秋雨很早到线上，然后在线上开始转，可是这个时候对秋雨已经到两等了，你可以看到秋雨在现在已经到两等，他的对线对象一直还没出现，鳄鱼现在是姗姗来迟，他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秋雨都已经吃得很开心，说、哦、我都已经十二个 CS 了，姗姗来迟。对，他现在三只来迟到了这边以后，哇，这边龙女跟上面酒桶打得难分难舍，但这个鳄鱼看起来应该是过得蛮不舒服的。鳄鱼其实遇到饭的时候真的是蛮难打的，因为他那个三环打的真伤实在太痛，而且他被翻到就会被射一下，还被翻到就会被 Q 射一下，这样打起来其实有点痛。两边的互换好像看起来中路这边安妮加格雷夫也没有压制到凯尔、哦。反而是这个点有机会直接晕倒哦，他稍微蹲下哦，你看那个蛛网还是金色的，这个是上的有点急啊。其实这个地方 BKT 并没有看到他的位置，他可以稍微蹲下看看。他可能在等待一个机会，悲哀这边也是农完一波jungle以后，看起来是想要去蹲上路的，看起来是要塔杀下路。这个动向已经被 BKT 看到，这个眼睛看到他下去了，就是说现在鳄鱼应该是可以马上评估一下自己守得住这个塔。鳄鱼现在三等，只要不要被蜘蛛网直往到的话，应该是有机会能够换掉一个人的。对，而且小兵的数量不够多，看起来 SGS 这边是打算打稳，说我只要拿这个塔压这个塔就好，因为小兵的数量实在太少，硬是去塔杀其实没有说非常好。可是飞爱这个地方到上路之后蹲下没有拿到任何机会，他代表说他现在没有什么机会来救这只鳄鱼啊。他现在上路直走出来的话，这一波大波兵线已经进塔了，所以这个鳄鱼必定会被中奥一波，他这波经验就拿不到了。对，这一波其实蛮大，他压制到这一波以后完全没有拿到这波经验塔，还直接被拿掉的话，应该是不会掉。这个塔有改印过之后就没有那么会掉，只是刚刚那波经验鳄鱼没有吸到很亏，就是主要是不是吃兵数，是他没拿到那个经验值的话，他等一下会失去单人线的优势。对，飞爱这边马上补上来以后，看起来是要在三角草丛这边擦一只眼睛，然后最后一波补线哦。这个塔看起来是要被打一套，飞爱从后面拉了拳头冲出来，直接撞到了
瑟雷西出塔瞬间往回一勾，哇，直接勾到飞爱，飞爱在被中间定三环虚弱之后呢，被范打死。这个地方范拿到一个 first blood， 对 SGS 而言，这个下塔是蛮容易就可以再压得掉，因为血线其实很低了。血线现在其实已经很低了，然后鳄鱼这个地方虽然说有闪现，但是面对蜘蛛的绑，再加上瑟西的勾，其实他也不是这么一定可以打。哇！而且你现在在里面这个崩坑里面，万一这个塔掉了，哇，直接撞到墙上，然后绑起来打了一波以后，看起来是有点危险。不过敲云因为有红 buff 的关系，吃到了塔。我这凶狠。哇，一个点燃打起以后，哇，不过那个盾最后弹得回来，让瑟雷西能够吃到那个盾的加成，就没有死掉。然后加上杀掉人以后的升级，他血量是。跳回了100多滴啊！这难道是 Kling 非常的计算？这一切都在 Kling 的计算之中。我刚早就知道，我左边往左边一闪之后，那个绳子就会断掉，然后我就可以再拿到那个盾。然后杀掉鳄鱼后，又会有一个那个等级回来的加成血量。刚鳄鱼其实退得太晚了，这个点它被包住之后就直接被打死。这不会是年轻的肉体啊？两个人都闪得掉，两个人都好帅啊！一个是蜘蛛的那个网子出去的那一瞬间，飞爱直接是跳过闪现，跳过那个蜘蛛网，然后做 Q， 但他要撞到哈利路亚之前，也被哈利路亚直接用闪现闪走，等于是一个拿闪换闪啊。而且中塔虽然说扛双线，可是中塔的血线有点高啊，是凯尔守的非常好，因为凯尔的推线能力其实很高、哦，他其实可以把后排小兵扫掉，这样他就只要一直一就可以把后排小兵一直拉掉。他这样子打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中路一直都没有换掉的情况下，对范的发育来说是非常的好。SGS 已经领先2000块钱，是因为开场两个击杀跟一些吃兵数还有那个塔的关系，这2000块钱算非常多啊。对，是2000块，主要是这2000块还刚好落入一个不该落入的人手中，就是那个范。Kling 刚刚在中路旁边晃了一下之后 ，BKT 中间就很害怕，因为他看到地上那个小兵死掉变成灵魂了，所以他还想说他是不是要 gank 我，而且他是左边现在没有视野，想说应该是从左边，会怕，对，会怕就会怕，所以他们选择撤退，主要是他们现在一都没有，你看，其实凯尔在压线这一块非常厉害，哈利路亚刚刚想要偷吃一只没有吃到，哇，这眼睛还是特别的眼睛造型，眼睛造型很大颗，我的眼睛造型真的是。这应该是，我记得是银牌以上的奖励。是怎么那么帅、啊？对，就是你只要有银牌以上就会有这个奖励，我没有记错的话。然后金牌以上的 skin， 我那眼睛真的是很帅。只可惜这个瑟雷西没有那个 skin。哦，这边想要偷一个蓝，以后哈利路亚冲了进去，没有吃到蓝，以后选择点灯笼回头。点灯笼回头，他很果断，他走过去，然后发现没有机会，点灯笼回头。他们应该是放在旁边已经准备好，说你点点看，没机会要赶快回来。你们，可是他刚刚其实还是成功了，逼掉了飞爱的重击，让他没有把蓝送到他想要送的那。不过我现在看一看，他到底想送给谁？应该送给自己吧。对，他本来应该九等也不在他旁边，他总不可能把他给马尾哥吧？那个、他只好自己拿。其实这事情好像没有改变太多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要自己拿，因为他到现在8分钟才4等，一个江狗8分钟6等，其实就已经算颇低了。他不是6等，他是4等。8分钟4等，差不多已经不是一个活着的人。他应该在江狗区里面躲个3分钟之后呢，才可以回来。对，8分钟4等这个等级差真的是差很多。你看，假如他这个中路清兵是非常快速啊，这凯尔感觉是个蛮一啊。对，他出了刺针剑以后，就看起来是直接清兵啊。他选择出刺针剑，看起来也要出纳蛇之牙，不然就要出西风匕首。不过照理来说，应该是会出纳蛇之牙，应该是纳蛇之牙比较强一点。因为凯尔需要那个 CD 啊。海瑞现在8分49秒，终于到达了6等，但飞爱现在才5等。对，凯尔是满一的，刚上5等，难怪刮那么痛。因为他对上双人线的关系，所以他选择满一来推线。不过这点让他就是让他们团队经济优势，因为这一个塔跟两个击杀。拿到2000块的经济优势，因为这场鳄鱼发育算是非常差，现在只有33只吃兵。像等一下大家会跟他对到线的龙女，现在吃兵是64只，就是甚至跟他对应的也是扛双线的凯尔，现在吃兵68只，所以等于说这个鳄鱼的经济发育是非常非常差，而且他现在下路是连到二塔前饭都要继续凶他。对，唯一输最多的就是鳄鱼而已，其他像是酒桶其实有在维持在吃兵数，然后葛雷夫甚至还赢饭10只，但只有这鳄鱼大概输了全场30只以上。然后这飞爱终于到达6等，我还蛮期待他到达6等以后会选择 gank 哪一路。哎，马尾哥是直接出了一把暴风大剑，以后看起来还是在中路农兵，不过他现在伤害因为有暴风大剑的关系，他整个输出应该变得很高。哇，乔宇是直接
用 W 三下，就是要爆这个鳄鱼的伤害一波。就是给你一个三环的伤害，直接打挂你。那其实套圈圈，多打几轮就套，他就爆了。套圈圈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嘣！哇，这个凯尔的非常凶啊，打了一个一招又招，其实看 Sek 的伤害好像 Sek 看起来好像弹不住，不过这个凯尔是交闪现闪掉啊。这凯尔因为刚刚看到安妮刚刚讲一个闪现过来大绝的话，其实他可能会弹不住，因为其实安妮在这走的上，哇哇，一讲完就来啊，闪现大绝全部交上去 ，Sek 也交了闪现，就是过来一个啊，全部打上去以后，两个人的大绝加 Q 的伤害，把凯尔直接秒杀掉，以后要做一波龙的进攻。PKD 这样子拿到这个，如果可以拿到这个地方拿到龙的话，他们的这个经济劣势就可以扳回来了。对，他的中路就打出了一个破口，就是在凯尔没有闪现、没有大绝的时候，直接冷不防把他秒杀。对，用闪现的优势配合上安妮的应晕以后，拿到了一只龙，这边绑到了，这个、勾漂亮，勾到了安妮以后，选择把人推回去，他要一打四啊。这鳄鱼开启了大绝，然后飞爱用一个火布连击撞到了瑟雷西以后，自己处于一个很危险的位置，看起来是被范用闪现加 Q 击杀了。那这边海路亚掉上去以后，没有人可以掉，他只好自己下来，下来以后就直接被击杀。像瑟雷西那个进场位置有点凶狠啊，基本上就是个一打四啊。他进去用一个人的，就是差不多在两秒内，你的队友都不肯跟得上，大概两秒钟的一打四，他就直接被秒残，就是秒杀到变残废。其实他勾到人以后，可以选择不用上嘛。他刚刚你可以选择不用上，因为他是一个三打四，他选择上了以后，他也发现事情不太对劲，所以他把所有人都推走，但是来不及。没有，他上的瞬间就是一个一打四，打完的瞬间他死了，死了变成队友再开始二打四，有没有接着打？这是一个水饺的节奏啊。然后二打四完后变一打，再变回一打四，然后就死光了。对 SG 的时间，刚的会战可能比较好一点，是那个头是范收到，所以说现在范的经济就更好一点。可是经济现在很明显，整体经济是被追回来很多。对，飞爱用一个火布连击追到了瑟雷西以后，其实瑟雷西其实把他带得很远，带到范可以把他推墙的地方，然后范一个三环爆发以后，最后配上闪现把飞爱给收掉以后，让范的成长其实是在201嘛，他的成长其实很高，比起葛雷夫搞不好还高了一些啊。然后没有那只龙的话，应该是跟葛雷夫的经济相差不远。不过这边看起来，我就觉得曼谷巨人队应该要在前中期拉出很多优势。我葛雷夫现在已经拿到这把嗜血者了，我又是勾到以后选择直接破做一波进攻吗？大绝上了上去又把人家勾回来，这边有人帮他拿掉，有人帮他撞掉墙，然后 Sek 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撞到墙，所以他出来的时候是很狭义的出来。不过凯尔在这边做一波进攻以后缓到了安妮这一个晕到了蜘蛛吗？有晕到蜘蛛吗？没有晕到蜘蛛啊，可惜。这边蜘蛛再一波进攻，龙女开启了大绝撞上了鳄鱼，但九筒那边过来把龙女撞进来以后，做一波进攻，哇，范从后面冲了出来，哇，秋雨这个进场的动作超级帅，这个范从后面突然冲了进来，我想说这会战打到这边到底在干嘛呢？两边的人这么嗨，原来是秋雨在后面收头。原来是秋雨在后面收头。SGS 花了很多大绝想要留人，然后一直留，一直留，一直留。可是其实对 SGS 的伤害，对 BKT 打的人造成伤害就很低，就打不死。然后就一直留，一直留，最后那个龙女被炸进去，我觉得算是一个高潮迭起。我想说，你不是很凶就被炸进去。哦，这边看起来龙女又在追打一波，飞爱这个 Q 竟然有点危险，他撞到一个不该撞的地方以后被反打一波。然后酒桶用撞击把飞爱把范的血量压到很低以后，自己是选择用闪现逃跑。哇，这个蓝 buff 看起来是没有机会给乔米收掉了。哇，两边经济又在差距到2400块。其实刚刚那个会战打的算小刺激，但是我一直看不出来两边为什么都没有伤害。就是两边人就是比较热血一点，因为刚酒桶其实已经没有大绝了。那 BKT 这边整体的伤害其实都在马尾哥身上，可是马尾哥刚刚能够输出的空档其实不超过三秒钟。就差不多三秒，因为范一直都在可以打到他的地方，所以他其实蛮嗨。而且开场的时候，飞爱就已经被抓掉，刚飞爱那个地方直接被抓掉，导致他们的会战不太敢打。不过不然的话，我觉得他们硬是要打起来的话，是还蛮有机会能够打下去的。其实那边草丛其实是有眼的，但飞爱还是选择硬是 Q 上去哦，就觉得蛮不小心，他 Q 上去又撞到，结果他回不来，就瑞凡再也回不来。瑞凡我们回不去啦。他回不来以后，他也没有闪现啊，所以他回不来的情况下，直接被收掉，变成一个四打五。这整个会战的马尾哥没有输出空间，然后酒桶又没有大绝情况下，就只能把这个蓝 buff 拱手让人，还掉了一颗桶，这个整个视野又被人家控制掉。凯尔现在这个经济算是非常的好，就是一个扛双人线来说算是非常猛。我这边看起来是继续农兵，
凯尔现在已经出到纳什之牙，就等于说他核心装备已经完成了一件了。那通常在出第二件，比如说他第二件出帽子，或者是出愤怒之刃，就会更强。我管到了点燃上去以后，马尾哥血量看似有点危险，两百滴，100滴，最后交掉了闪现加光盾，想要逃跑。这边安妮也是马上虚弱套了上去，但来不及，葛雷夫已经死掉的情况下，最后一个普攻是否能够打下去？打下去了，但是伤害不够，因为对面喝了红 buff， 喝了红水以后，硬是把血量给压了回来，不是红 buff， 我刚刚讲错，是红水。不过这边蜘蛛用红 buff， 这边才是红 buff。蜘蛛用棒棒，我黏住他把他打死。我这个地方，秋雨发生什么事？哇！秋雨刚往回头，这里撞了两颗墙出去。秋雨刚往回头走，明显是走路的时候正在点着本来的地方，没有想到他点到灯笼的时候，他还走回去这样。对，他刚刚明明拿了灯笼回来，然后又冲了出去，有点危险。别人看起来哈利路亚过来这边支援。两边的经济差距其实只有拉在差不多3000块左右，因为会战都打得很激烈，虽然都打不出一个什么所以然。这个绑再次没有绑到，这个点看起来是蛮有机会拉到，因为现在他们两个人还不退，就有机会被拉到。对，凯尔这边也上来支援了，他现在 PKT 真的不放吗？我觉得你早就要放啊，不然风险太高了。这个闪现勾绑都没有打到，但凯尔这边自然过来支援，又缓到了菲艾，菲艾是直接被凯尔收掉。范是没有拿到助攻，但是这经济差距再次拉到快要4000块了。这凯尔上来补位的时候，其实很早就有一点料想到，因为格雷夫在这边中间是没有看到凯尔的。因为格雷夫其实话有跟，可是我觉得他跟的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那个一塔等于一定会掉，可是二塔我觉得 PKT 也不太可能会掉这个二塔。哇，这个撞起来以后，伊利斯跳着酒桶跳走以后，看起来是有灯笼可以拉，再次走掉。酒桶其实是想要把它留下来，但安妮刚刚的晕好像没有听到，被人家跳躲掉了。龙女现在回线上是狂凶鳄鱼啊，因为她的经济好了非常多、啊，就是她等于可以把线压在鳄鱼塔前，虽然鳄鱼还是可以吃她的兵，可是变成说失去鳄鱼这个 pick 的优势。就他没有办法压制对手，可是鳄鱼这个角色上选的就是要来压制他的对手。对，两边鳄鱼跟龙女之间的差距，吃兵是来到40几只哦。哦，这个龙出了以后 ，PKT 插了两只眼在同一个草丛里面以后，还是选看起来是要吃这个龙，因为有视野上的优势。但现在没有眼啊，它里面没有任何视野，过来这边算是蛮刺激的一个行为，因为有可能直接被秒杀。所以直接被晕到两个人以后，安妮晕到两个人，这边凯尔开始交起了大绝，想要用这个大绝多吃一点伤。他的确吃到很多伤害，敲雨这边一直输出没有停下来，敲雨这边瞎荡了，这边鳄鱼瞎荡了凯尔以后，敲雨的输出还是不间断，敲雨继续在追击，只剩下鳄鱼跟马尾哥，但马尾哥现在躲在里面想要回家，看起来是没有机会。这个闪现过来以后，是鳄鱼闪现下来，配合到马尾哥收掉了瑟雷西，瑟雷西是被瑟雷西一大意了。所以继续去追击吗？要继续追击吗？看起来是没有机会了。不过这边伊利斯有武术鞋冲了过来，武术鞋冲了过来，能够绑到吗？绑到了鳄鱼，鳄鱼帮他舍身护主，救了主人以后，但是想不到马尾哥还是被伊利斯 OP 的跳起来抓到以后，哇！乔宇再拿到一个头，乔宇 unstoppable。马尾哥我觉得已经算很猛了，他刚那个点你知道，就是打起来被夹的话，因为刚龙女上面夹下来，我觉得他们第一时间会在点处理也不太好，因为他在自己有五人，对方只有四人的情况下，他们选择在那个龙的洞里面打，这样子会让自己蛮劣势。他刚刚如果往左上撞，硬撞回去的话，其实很有机会可以打赢这个会战。安妮这边晕到了龙女以后，龙女交掉闪现，剩下100滴血，这酒桶用一加闪现闪撞到了龙女，把龙女杀掉以后，这边敲雨的输出非常的够啊，只能套上虚弱，让自己的队友是否能够逃走。哇，这整个会战拖了非常的久。而且刚刚马尾哥在龙区里面最厉害的是，他看到那会战已经势不可为，还在龙里面直接 recall， 那个判断我觉得就不是正常人会做。哇，哈利路亚再次绑到酒桶，这个乔伟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，但他输出不间断，是否还能继续打下去呢？交上了陨落以后，让自己跑速增快，然后这样子一次收掉两个人头啊！哇，上路也是凯尔配合上瑟雷西直接塔杀了马尾哥，马尾哥是刚出门就再被送回进文杰啊。这整个会战持续的有点久，从龙 buff 到蓝 buff 到下路到蓝 buff， 这整个点就是现在范已经太强了，他现在范606，他等一下回家补个装备，我觉得 BAT 这边差不多快要很 GG 啊。这个会战的时候，如果范的发育像现在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会很夸张啊。这回家2000块可以直接出一个那个红双刀，再出一个斗篷啊。因为正常情况来说，你有飞艾。
的话，你要把他饭收掉，其实最简单就是硬狙他八秒。可是现在对方有凯尔，所以他一定可以在你狙他的瞬间先帮他套无敌。那等到他狙完下来的时候，他的无敌其实已经刚好挡住那个时间，你等于没有办法秒杀这个饭。如果他的时间可以做得很好的话，所以说这个饭会很难处理。而且在你很认真处理这个饭的时候，凯尔的伤害你就一定 hold 不住了，因为这凯尔其实是买全伤害，超级痛。对，这凯尔伤害非常高，而且范这边其实你只要交了无敌的话，伤害绝对够啊！哦，安妮也选择自己吃掉，他说不给你吃。不过这个经济的差距是没有拉得很开，可是经济的集中度差很多，所以 SGS 团队机绝大部分都在这个范身上，这种情况会让会战变得很强，就只要这个范活着，那 SGS 的会战就几乎一定会赢。而且他队友现在就是上去挡啊，因为他们有凯尔跟瑟雷西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范。所以范应该是可以无忧无虑的一直输出，在这两个会战其实都看得出来，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个范输出啊。因为鳄鱼其实在会战的时候真的不太能阻止范，就是很难贴到他，而且很难对他实际上造成伤害。这场主要还是依靠的是飞艾吧，而且酒桶其实本身就很怕范，因为他的肚子冲上去的时候很容易被滚掉，而且他丢大绝的时候只要范一个滚，他很容易炸不到他想要的位置。就整个角色，除非酒桶用闪度来接，不然的话其实都不是很好对应范。对，只有闪度可以造成一些伤害嘛。这边曼谷巨人队选择直接推中了，哇，这个直接勾到葛雷夫以后进来一波伤害，这边一样范是在一个没有人能控制的位置一直输出，看起来是收掉安妮以后再对着酒桶做一波硬打，这个爆发伤害有点高，第二波再杀掉以后，曼谷巨人队看起来有点危机啊，是要一个零换五吗？果然是一个零换五啊。哇，这曼谷巨人队这舍破瑟雷西这一场做的真的是蛮厉害的、啊，他每次都勾到马尾哥，然后直接给马尾哥一个大爆发。他刚刚开战算是神级啊，他刚勾到进去之后，你仔细看的话，他的大局是框到三个人在里面，所以他成功的限制了对方开场的站位。哎，这个会战他居然还没死就是最赚，因为他其实那个点量开完，他可能就要直接被秒，他没有死就超赚。对，他应该是一换四，结果没想到他连死都没有，他连自己的人头都没有交去，他连闪现都没有交。而且凯尔看起来是没有放大绝，因为凯尔他大绝没有转那么快，可是他还没有放，所以他可能也没有想要救过那个瑟雷西，可是瑟雷西就没，但瑟雷西连闪现又没交，因为他现在闪现还是好的。乔伊怎么不动？乔伊在等待自己买最后一件装备，他把俄语出了出来，八零七的班有点猛。这两边其实他去突然就拉大到非常大，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范的输出，这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这看起来鳄鱼也是没有办法阻止，鳄鱼到现在持兵还是输了大概50只左右，但两边持兵都没有差非常大。我现在想的是 SGS 之前然后都在装弱，所以才选提摩啊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？艾露亚整个就是冲进去，然后用跳上吊回来。多弹两下小，就为了把小兵往前再压一波。我这个闪钩，再次一个闪钩装到以后，反而是马尾哥在旁边完全没有输出空间，直接被秒掉了。马尾哥看刚直接被蜘蛛绑到，然后被秒杀。他被蜘蛛绑到以后，这个凯尔直接一个给他一个大爆发就秒杀。他有那个巫妖之火的那个巫妖之火的爆发。是整个是全身而退，拿了巴龙 buff 又收掉了马尾哥的人头，再拿掉冰鹰塔，全身而退的情况下，这个经济已经拉到了10000块之多。小龙又在重生了，他们看起来是可以拿小龙。这一段时间，我相信 PKT 应该是不太好受。这一场其实，我现在看起来觉得瑟雷西根本就是 MVP 吧。是这场其实瑟雷西开战的点都算。不一定说是开的最好，可是至少他很敢开啊，就是他很敢开，而且他开的成功率很高，就是他想要开战，他就会开得到战。这件事其实很困难，就不一定是你想要开战你就勾得到啊。他这场其实想要开战的时候都勾到，只是开的好不好是其次。他有几次开的很好，而且他想勾就勾到，每次都照着他开战。虽然在龙区有一次是蛮不好，他也是想开就开战了，不过他开的是蛮不好。他想开就是开得到，就是开战型玩家。但他后面是开得到，后面是有弥补那一个缺失。哦，这边撞伤了，凯尔是把凯尔撞了回来，凯尔直接交了无敌，想要做一波进攻，但其实他在这个段时间都被晕住啊。是吧？这酒桶的血量有点危险，被鳄鱼瞎荡了，差一点就把酒桶换掉啊。这样子的一个交换变成。
SGS 有点亏了，因为其实凯尔刚刚蛮飞的，在路边被抓掉，然后没有能拿掉对方的塔，因为只看到 BKT 现在下路还是很安全，没有被摸掉那个塔。如果说刚凯尔死了，可是下塔因为对方状态不好，所以有压到的话，那其实那个头掉了就无所谓。可现在他掉这个变成是他，因为他一定是他很久没死了，所以他一定是有额外奖金啊，所以他死掉就是被换掉蛮亏的。对啊，被换掉以后。下塔上塔都没有拿掉，没有拿到任何一点战略目标，变成是一个完全就是送掉这一个。就是如果他们刚刚下路是有在压制的话，就算是那样死掉，吃完全部大绝死掉，那自己的队友一定也可以压这个下一塔，就可以把等量的经济换回来。这边下塔正在被攻击的途中，范飞爱，飞爱直接把范敲了起来以后，这边看起来想要撞，看起来想要。直接杀掉范啊！但是范的血量一直在200滴左右逃掉了。本来是安妮有点危险，蜘蛛一直在输出以后把安妮给收掉。然后这个灯笼看起来是点得到吗？点不到，点不到，他一直尝试想要点，一直点不到啊！所有人都站在灯笼上面，就是不给你点啊！鳄鱼连续拿到两次瞎档，然后整个经济又再拉回来啊！鳄鱼现在这个装备就比较有机会能够挡范一下，因为他其实现在有守望者，有守望者开下就对范来说是一件蛮难缠的装备。刚那个点主要是没有凯尔啊，没有凯尔的无敌让乔伟的血线直接就被打得很低了。这个被撞到墙上以后，这个陨落下来以后，鳄鱼看起来是在劫难逃死掉，又被范拿到一颗头，范的现在战绩是907。刚刚就算是被所有人一起攻击都不会死掉的范，但现在他的战绩有点鬼神啊，有点鬼神的战绩有点扯。他的战绩，他应该是回家就可以再出一个那个把头巾出了出来，就没有人可以再拿他做任何事情。这场头巾其实能解的就只有解酒桶的云，还有酒桶的环，然后对，好像就只能解这两个。我觉得还是跟凯尔买个无敌比较实际啊，无敌塞上去就没问题了。我这个要抓啊，把他撞救了他一命。他想要抓，想要尝试看看，但他没有用闪现，对他没有用闪现，不过他也不知道射线到底有没有闪现，所以就留着。SGS 想要再做一波中路的进攻，巴龙还有两分钟要重生，范这边回去买了，果然他不打算买那个，他不打算买头巾，主要是因为头巾能解的东西不太多，他干脆买一些血量，想要出女妖面纱之类。那海瑞亚是蛮白目的，他会一直走到塔后面，然后在旁边放了灯笼，然后开始嘲讽一下之后再走。海瑞亚这一场已经做过蛮多次这个动作，比如说冲进去，然后再用跳出来之类。这边鳄鱼安妮闪现上来以后晕到了凯尔，但这样子能够抓掉凯尔吗？整波进攻的伤害全部都被凯尔的大绝烧掉了，这整个进攻伤害都已经拉掉了一大半，以后是因为范不在现场，所以能够做输出的只剩下蜘蛛，但蜘蛛这边打起来是有点危险啊，这整个伤害是不够的情况下，这个蜘蛛最后被一个大绝收掉，范看起来想要做一波进攻，这个滚怎么可能可以过滚过墙壁呢？你想太多了，乔伊。不过上塔，因为如此让凯尔这边想要打塔，还是做了什么事情，被酒桶直接一个闪撞收掉。龙女开启大绝，把安妮杀掉以后，龙女看起来不会掉血啊。这个乔伊姗姗来迟，终于到带到现场以后，他的血量看起来是不太会掉。然后他这边做一波进攻后，龙女这边自己在追击的马尾哥，马尾哥有点危险，这边被龙女杀掉后，龙女是否会弹塔而死呢？弹塔最后一下看起来没有死掉。我酒桶这边，酒桶过来了啊！这个撞，哇！这个酒桶跟撞，成功的撞到了成功撞到龙女，把龙女杀掉以后，但是范的伤害还是太高啊。那个范还是没有死，哎，范还是整场会战没有死，12-08。这样子的话会再掉两个水晶塔，就在 SGS 拿到很大优势之后，就是打的是比较杂乱一点。就是刚在下路被抓的时间，龙女骑在上路不停的分推，他是先拿掉一塔，然后再拿到三塔，然后进去要砍兵营的时候遇到两人夹击，他夹上去的瞬间是先用点燃跟大绝伤害把对方的安妮辅助秒掉，秒掉之后呢，因为他在下面会战打完之后，那个最后蜘蛛被收掉嘛，对，因为蜘蛛吃了酒桶，大绝被弹回来，所以最后才死掉。就是说其实他队友凯尔没有钢的状态是不好，然后也没有大绝，也没有闪现，因为他钢就是闪现过墙活下来，开场是无敌撑住所有伤害，所以说刚到上面的时候，那个会战对方已经没有任何技能可以再抓那个范了，所以是一个范就把他们全部杀光。龙女在旁边其实就只是一直贴 AD 而已，就是给 AD 一些压力，不要让葛雷夫点到范，
因为刚一开始抓到丘比的时候，丘比血被打很低，就是因为格雷夫在吊他。我这边防上来以后，这个飞燕血量有点危险，这伤害有点高。这边范跟上来，范开启了大绝，女妖面纱已经掉的情况下，现在没有人可以对范做任何伤害。哈利瓦这边做一波进攻，这个瑟雷西闪现把人家移回来以后，看起来是能够成功杀掉安妮。哇，马尾哥是没有路可以走，只能在那边跟你输出打完。但是范也在上面把鳄鱼给收掉，这边马尾哥跟鳄鱼都死掉的情况下，是一个零换三。飞燕只是拿着最后一点点血走掉。其实刚刚就是马尾哥可以不死了，然后海瑞亚那个操作很漂亮，他那个运巧妙穿过了安妮之后，直接运到他，然后把马尾哥留下来杀掉。哇，这个勾到酒桶以后，直接把他收掉了，再让他悲哀，这就是一个 double kill， 还拿掉一个塔。这场游戏应该是结束，两边经济差距已经来到17000多块啊，17000多块的情况下，看一下这个范的战绩。15-0-9，哇，15-0-9，这就是不选提摩之后的乔比吗？这发现重点，他发现原来提摩怪怪，嘿，只要不选提摩就可以比较厉害。他发现这一场，就是他发现后来，他只要不选提摩，就不一定要进行分推，然后他会战也是能够输出，看起来他应该是有在练范，在等最。还装弱，所以他之前就是装弱。他说我们觉得我们直接用这个提摩分推就可以，所以说我虽然练了范，但我不用用。哦，这一场就想说，对，曼谷巨人队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吧，我就来用范。那我看一下战绩表，这边范因为15-0-9的关系，他的经济是突破天际的15400块啊。基本上整场就是范非常的厉害，结束。因为其实从一开始知道 BKT 的组合真的不太能对应这个范。尤其是范跟凯尔一起行动的时候，那可以帮旁边被抓的人套无敌，就等于是一定能解。那大不了你就是把我们的凯尔秒了，你秒完凯尔的时候，那范其实也就可以安稳输出了。因为其实飞爱抓 AD 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是，他抓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先交闪现或位移技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再被抓，就你不会当场就被抓，所以你可以到比较远的地方才被抓。比如说你是一只狼人的话，你跳上去瞬间就可以杀掉。所以说，如果是狼人的话，搞不好更容易秒掉这个范。可是你也知道，正常人都不会选狼人，所以他只能选飞爱。那飞爱就是线牵过去的瞬间，那个人如果想交闪，他就先交。他可能交闪配合上什么射了一些灯笼，他就会跑到一个非常远的位置。然后那个飞爱进去以后，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在5个人的后面，通常都被秒杀。这样就是如果对方配合真的有这么好，或反应这么快的话，所以说飞爱冲进去的时候，其实是旁边要有队友跟他一起冲。那这样跟他一起冲就是旁边鳄鱼，可是鳄鱼其实这场发育的太差了，就他进去的伤害不太够，而且也不够坦。对，他这一场其实一直浓到很后面，他现在经济最后是招了8900块，8900块其实是算30分钟，其实算蛮少的。他一直都没有想办法，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浓起来，因为他前面被范做一个压制以后，就没有再也没有站起来过。所以这一场还是恭喜 SGS 把提摩换成了范以后就成功了，突然就成功大进步。哇，这第一场跟第三场都看到了大进步啊！奇隆坡链 SGS 的大进步。那这一场其实我认为瑟雷西也是做的蛮好的、啊，想开战就开战。Kling 每一场开战都是想开就开，对，因为他都开得到，只是开了不一定会赢、嗯。就是他之前带提摩的时候可能勾到，然后会战强开，然后就打不赢、嗯，那就很尴尬这样。然后这场可能是因为范，所以他勾到都可以打。有范，怎么勾起来打起来就突然好爽快？打起来就好像都还蛮可以打的嘛，好轻快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哦，再次恭喜 SGS 拿下这一场的胜利。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以后，马上回来。下一场是 TPS 对上 Four Louis。